非常感谢县政府大力的投注资源，那我们在这个云林的这个紧急医疗救护的系统里面加入最后一个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训练亚洲属首屈一指的这个高级救护技术员。那高级救护员本身才43位了，那这次透过县长的一个协助，我们争取到1000万的经费预算，那在不影响整个外勤救灾的一个警力的状态下，我们每一个分队就派一个，就24位。那目前整体的未来 TB 云林县可能会达到13.5%。首次举办高级救护技术员的一个开训哦，那这一次呢，我们总共啊有42位哈啊这个云家家哈所有的优秀的人才哈来进行培训，来我们所有这些啊高级救护的技术员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哦，总共要训练1280个小时哦，那同时呢，我想他们要哈能够经过考核以后取得证照，那未来也是我们20乡镇当中啊所有的救护教官哦。云林战场加速前进，战场。